我记得。 我在 Discovery 里看到过，蛇是一种领域系很强的动物。这么大的巨蟒，它的领地肯定很大，周围应该不会有更强的捕食者存在了吧？那我们是不是安全了？还记得刚才壁画上的食物链吗？应该还有东西会吃蛇。啊！从这样的伤口来看，应该是比巨蟒还要大的蛇造成的。 你看他的伤痕走向，世界上会有这么大的蛇吗？那现在怎么办嘛？想想办法呀！看上一队人的尸体，他们的大部队应该深入了。我们先找个地方休整一下，然后再去会会那个大东西。 好了，有病啊你！ 水质有趣的，我是来救你的。要泡妞回去泡，在这里只能泡水质。你的血一股尸臭味儿。 活不了多久了。哎，他不打血清就死了，这是今天的量。过两天的血清，我看心情再给。起来，走，走，管好自己的下半身。 你老爷子什么都没教你啊？等我看到他之后，我得跟他要学费。他才不会。说实话，从我6岁之后就很少见他。我是跟着我外公外婆长大的。听说我妈也是被他害死的。难怪呀，你要用他赚钱。对啊，所以他可不能死。 黄歇答应过我，只要我找到他，就会给我一大笔钱。给，这把刀你拿着，保护好自己。谢谢。
大家跟着我走。给我荧光棒。我可是专家，我不能死，你们得保护我。别废话，往上爬，否则我一枪打死你。快！装神弄鬼，这么黑的环境戴个墨镜能看见什么？有一种眼睛的疾病，越黑的地方病人的眼睛看得越清楚。把你眼睛摘了。相信我，你需要我的眼睛。一刻也不要离开我的身边。你到底看到什么了？我看到了，我可能收不到尾款。桃儿，他不见了。等等，我觉得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带走了。什么东西？不知道。我们就这一个专家，我们必须找到他。往里继续搜，不要放弃任何一个缝隙。走吧。刚才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可吓死老子了！害怕的话回去。你说谁呢？继续往前走。
加了什么？你傻吗？我想做掉他，他早死了。他的尸体呢？被我吃了吗？他死了吗？还没有。脖子伤了，手脚都断了，都成麻花了。你还能说话吗？是什么攻击了你？他脖子伤了，但神经还没有完全损伤，我要固定他的脖子给他治疗，然后你再问他。我们不能再深入了，我已经失去了三个人，是什么杀死他们我都不知道。不要再说了，我是老板，继续往里走。天马上就要黑了，显然我们面对的是一种野兽，如果天黑了，我会更加危险。有个人不是说越黑他看得越清楚吗？老板算数不都很好吗？你算一下，我们一共几个人，下次攻击你中招的几率是多少？王老板，这事情乌合之众，送他自身都难保，要不要先把尾款给我结一下，我考虑保护你。只要能解决问题，钱不是问题。头儿，还是找不到卡洛斯。这些东西长期生活在黑暗里，视力一定不好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是靠听力的。手机。啊。打中了吗？看到什么了？我以前见过这个东西。你见过？到底是什么？我只是说以前见过，至于它叫什么，告诉你毫无意义。但是马来西亚人叫他树影子里的手。手什么意思？马来西亚人认为在森林里
树影子里，有的时候会突然伸出一只手，然后被你拉进了树林里去。你是说我们刚才打的是鬼故事里的东西？只有在暴风雨过后，这只手才会出现。很不巧，我们就是暴风雨之后来到这儿的。就算是一只手，那也是一只死手。它速度很快，利用缝隙活动，它能够感受极其轻微的震动。如果你的心跳过于激烈，它也会听到。所以，激动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的好处。你有什么建议？现在立刻马上回去。那我爸怎么办？他应该已经死了。我们不能回去。即使顾怀胜死了，我也要拿到佛塔。我给你们所有人加价30%，继续往里走。我就猜对了，你们没有一个人是为了救顾怀胜而来的。